合理安排时间啊，合理安排时间。吃鸡 F6 两个 Q 应该没了。嗯，只需要两个 Q 不多。刷野速度非常快啊，哎，可以两个一起打，注意我的刷野时间，3分15秒，四组野怪全部刷完。怎么说四级？野区你确定要跟我单挑？你三级打我四级？我操！我没有队友，兄弟们，坏起来了。还行，问题不大。这把我们主要围绕上路去打，下路暂时不去了。别急。嗯。五级了。干他！你就大难临头。死了，旋风斩，好，帮你推波线，兄弟，算了，这波线怎么说，帮他推一下吧，又不帮他推这波线，他不赚的，最好帮他推一下，好，河蟹。红 buff 可以拿，峡谷先锋可以不拿，因为我现在没有铲，有点危险。嗯，能来个人吗？我操，这个牛马，我就说不应该打峡谷的，讲道理真不应该打的啊。我来了，我精通战场上的每一种武器，遇到敌敌不休的闯关不会例外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多极左啊，操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搞不好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我操！阴一下。开眼，我不是一件玩具。你的自负就是出自一把更强悍的器材和情理。放峡谷了，这个牛马。这个我确实很喜欢。有机会双杀，那对不起，游戏结束了。嗯，我都说有机会双杀，他以为没大吗？嗯，好，可是要杀的还有那么多。双 buff， 先回家一下。好吧，
哦，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那你们没了，电神。嗯。现在我主宰了阴影。接下来开始大杀特杀。大地上降下黑暗。嗯嗯。旋风斩，我在。有大吗？拉扯一下啊！好，无敌了呀，兄弟们，真的已经无敌了。队友不来吗？嗯，我操，你们不来啊，差点小龙又没了。我来了，我操，这个中单有盾弓的呀，我靠，反一波对面野，赵信应该去下了，走，或者拿个峡谷，好，这个峡谷，哟，你没死过感觉，我真的感觉你没有死过，对吧？赵信打肯定打不过我，你们又不打峡谷吗？等一下又打，我操，我真吐了呀！哎呀，不想玩了，真不想玩了。哎呀，峡谷不要了，这人不吃峡谷呀，可以啊。鸡有没有？没鸡。红没有，我想干那个诺手。好，阴一下鸡飞惩戒，进入你的身体，拔出来，击飞，旋风斩。开玩笑，这就是红凯的含金量。这是什么牛马？没用，没用，旋风斩。哎，你看，敢逛街，兄弟。接下来在野区，我可以横着走。赵信看到我打不够啊，他去上面野区了。你干嘛？进入你的身体吗？对吧？就进入你的身体吗？走，小龙来一个。好，再来一个蓝 buff。别急啊，再来个三郎，三郎来一发啊，我来了。算了，河蟹看有没有刚插的眼，刚插的。好，他想跑，跑不掉了，没塔了，已经。你干嘛呀？进入你的身体吗？拔出来，对吧？给钱。嗯。
到75块，那就补一波刀吧，兄弟。有了，怎么说没到，可以避。看到没有？看到了吧？死不掉的，只要近身就死不掉。是个鸡，中路有机会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没不怕，这点难不怕了，惩戒，击飞，没用。啊，嗯，不怕，啊，不怕了。不怕了，不怕了，不怕了，血满了，打一波架血都满了。和平。不知道我的含金量是吧？不知道我的含金量，看到没有？嗯，差一点，溜了。看到爆发没有？这个爆发有点恐怖。暗行者之爪加 WQ， 直接给他秒了。嗯，而且这个人出得住，反甲加自然之力没用，在我面前他太脆弱了。好，变了。被动加7点，一共有几件神话装？4件，4728约等于30。30148点，加个 CD 血168。好，这一波队友全死了，注意我这一波细节，有机会可以拿5伤。惩戒直接带走，想跑。一个 Q 我直接带走。嗯，投降。嗯嗯。